在剧中，赵英男跟小红是情敌，见面就开掐。赵英男是正牌女友未婚妻，小红是别人眼里的第三者。两个人都喜欢秋水，一个惯着，一个惯着。两个人同时喜欢一个人很平常，不过在剧中秋水还很渣的同时，喜欢着这两个人。 虽然看起来很好骂，但是仔细想想，我们的青春不就是从渣里滚出来的吗？而赵英男的扮演者尤静茹也凭借这个角色被大家熟知，在剧中很多人都被他的大眼睛圈粉了。可以说，赵英男在剧中是十足的白富美，家中的父亲是军中高管，自己学业有成，有颜值。 那现实里的尤静茹是什么样子呢？娱乐老中医去看了看她的微博，发现这还真是个文艺气质浓重的姑娘啊！微博里的照片自然又清新，果然跟其他妖艳货色不一样呢。要说气质的话，也是丝毫不输。阔腿裤、抹胸上衣，简单又有型。那可能就有人想了，尤静茹是不是很高冷啊？这个。 完全不存在的。尤静茹在微博里给自己 P 的表情包特别到位，如下画风，大家感受一下。当然，该女神的时候还是很有女神范儿的。大家觉得尤静茹这姑娘怎么样？谢谢收看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的优酷子频道，订阅我的优酷子频道。